不好看，所以才不敢想。怕声音不好听，所以就不唱歌。怕不讨人喜欢，所以不敢认识新朋友。怕会觉得排除，所以只敢一个人行动。后来也最单纯的混混，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不堪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。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是被无谓的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抵挡，但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。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